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中呢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发来微信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，我们也是期待着听到您的声音。那李某某案啊，一直到今天呢还没有下定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案情也可以说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。那这不呢，今天李某某案又有新情况了，起因于一篇李双江发表于2002年的文章，那李某某的年龄呢再次被怀疑造假。近日有网友爆出李双江于2002年在妇女生活发表的《家教的关键是塑造孩子的性格》一文，写道：我儿子叫李某某，小家伙圆圆的脑袋，胖乎乎的脸蛋儿，乌溜溜的黑眼珠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很可爱。他聪明伶俐，今年才8岁，正上小学3年级。经推算，若文章为当时2002年撰写发表，李某某涉案时已经19岁。若文章写于发表日期前，李某某更是大于国家法定成年的年龄界限。不过李某某家庭律师蓝河今天早上发微博辟谣，称该文章为人为恶意改编杜撰，李某某的年龄也无造假。近日网上盛传妇女生活杂志李双江的署名文章为人为恶意改编杜撰，该文系抄袭发表在家庭的文章《离婚后我在拍电影间隙塑造儿子》，原文作者吴宇娟，请诸位切勿以讹传讹。此外，同案被告魏某律师李在科也在微博透露，看过案件卷宗，李某出生档案齐全，年龄应该并无造假。新闻在线编辑报道。